欢迎来到云上学堂，我叫雪文熙，是个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好少年。我太优秀了！要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缺点钱。为了还债，我以善写为生，直到遇上他，还误闯了唯有男子才有资格入学的云上学堂。你以为你是男孩子啊？我战战兢兢，度日如年。相信文斌兄的不良习惯一定不会影响到我。我可是会打人的哦。大男人拉拉扯扯，成何体统？你确定我们都是大男人？你这也太像个女子了吧。我们还算有缘分。哼，若不是老师让我们别乱丢垃圾，我早就想把他扔出去。你们这些家伙是想死还是不想活了？这个人超级可怕，粗鲁不堪。此人杀气太重，行迹可疑，所到之处同僚皆退避三舍。一个大男人像受了委屈的女人一样。谢谢大哥。那从今天开始，我们云上四杰就风雨同舟，并肩同行。身为云上四杰，我们坚持不念过去，无惧未来，这便是四杰豪情天下的故事。抖音